是韩语，不好意思啊，人太丑还是不露面了。然后我现在呢在日本的福冈的太宰府，然后这个地方呢是纪念一个非常有才的宰相。然后进了这个叫太宰府，然后我就是一进入这个府呢，就看到了这桥。其实这桥呢连着有三座，第一座是前室，三座桥啊，这个前室，然后我们往前走会看到第二座桥。而当个小导游，我刚刚刚听到的啊，这个叫，我现在走在前室桥，它是一个拱形，小拱形，然后边上有个荷塘，这个荷塘呢是一个星星啊，如果俯瞰的话，星星的星是一个星星，那我没办法拍到这么高。好，往前看，前面人很好，都是中国人。好，然后前面看到的这一座平的是金生，因为你走在金生嘛，所以它就做平的。走一走啊，有点陡。好，这次出来没有带自拍杆，非常明智。好，然后看一看，这是金生桥，就是走过这三座桥，然后你的前世上的一切的冤孽就一笔勾销了。然后再往前，前世今生，那最后一座桥叫什么桥？不说了，大家自己猜。来走，其实我刚刚已经走过了，这是第二遍，再走一遍。好，马上走完了。前面其实还有很有意思的东西，然后后面还会有一段，关于这里的介绍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等会儿看哦。